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华为常务董事。朋友，大家下午好。是世界 S7 啊。它重点是做影音娱乐，从2019年开始，我们把它更名为 MatePad。然后它同时也开启了轻办公之路。所以说这4年时间，我们鸿蒙操作系统不断的发展。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发布的鸿蒙4.0，就8月份刚发布，到现在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发展到超过6000万用户。几天前我看到这个数据还仅仅是5000万。我们最近还和刚刚我的同事一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感谢我们那个全国的人民啊，给我们的鼎力的支持。尤其是我们这个先锋计划以来我们的产品上市广受大家的喜爱和信赖。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紧急的生产。华为被这个美国制裁了之后，这个就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即使再恶意的制裁也无法影响人类的科技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也是能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上进的一个东西。我感觉还是国产芯片比较好，国产的好，安全。让你见识。